首先，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。此华严经题目，即一体三宝也。大方广是法宝，佛是佛宝，华严是僧宝。大则即虚空之可度，体无边涯；方则即苍冥之可隐，法门无量；广则遂尘刹而可数，用无能测。我们先说到这里。如果我们没有时间诵经，我们能够诵经的题目也很重要，因为经的题目它揭示了经的宗旨，把经义浓缩在经题里。所以如果能够诵一部经的经题，那么也是一句咒语，也是类似于一声佛号，有很大的威力。比如说在九品往生中说，有些出家人，有些居士都是佛弟子，做了佛弟子以后不学佛行，不持戒律，到处呢做相反的事情，那么这样的人他的罪应该是下地狱，而且临命终的时候地狱的火已经烧起来了，马上就把他烧着了，就把他烧化了。这时候他害怕极了。可是往昔和某善知识有因缘，善知识于是呢就来解救他，时间已经来不及教他这个教他那个，那么善知识就为他诵十二部经的经题，挑一些大经大论的给他念这个经题，这一念呢利益就出来了。地狱之火应时化为清凉风，地狱不见了，变成凉风了，非常神奇的境界。因为地狱和地狱的火其实也是假的，所以才会有这种神奇的境界。为什么可以神通可以穿墙越壁？因为墙壁也是假的，是因为我们有执着都变成了很实在的东西了，是因为这个。那有人说，法师你认为是假的，你给我们表演表演。我告诉你，我连这张纸拿指头我都穿不过去，除非我给他捅一个洞。人家那个神通呢，就是拿一个杯子，指头过去，再拿出来，杯子也没有破，手也没有破，甚至如果杯子里有东西可以拿出来，刚才你还看着在里边，拿出来以后杯子也没有坏，手也没有坏，那叫神通啊。菩萨修行不着急，因为你修得早了以后千辛万苦啊，你要没有修神通的善根，你千辛万苦未必你就能够成就啊，这事情不那么容易。所以呢，菩萨修行先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断我见明心见性上边，不着急修神通，这样一直修修修，到了三地的时候才修神通。因为如果不修神通不能进入四地，而那个时候修神通呢是很容易的了，所以没必要现在修。现在修由于时机不成熟，你未必就能修成啊。就像小学生现在就想学大学课程，你费死了劲你也未必能学得成啊，除非你是天才。
这里讲一句经题里边就含有佛法僧三宝，所以诵这一句经题啊，就连三宝一起诵了，都有了。下面我们看佛则离觉所觉，万法动明，华则分毗万行，荣耀众德；严则原慈行德，势必食神。好，我们说这一句，他把这个华严、大方广佛华严，他分开来解释，一个字一个字解释。这古人呢，文学水平极高。说佛呢，离觉所觉，念的时候呢，要分开，要有停顿。其实就是能觉所觉，它是圆融的。我们平时把能觉和所觉一定是对立起来的。好比说，能觉的是一个物，所觉的是我们的心。那心和物呢，就是两样东西，对吧？心没有形象，而物有形象。啊，物呢？你看这个杯邦邦硬，心呢非软非硬，因为根本没有形象。啊，他会把它分开，分开也没有什么错误，因为确实心能够变出两个来，一个叫见分，就是心的功能；一个叫相分，就是心分别功能所涉及的对方。其实啊，这两个方面都是心的功能。恐怕别说是刚学佛，就是久学佛的人也未必能够真实的了解这个内涵。但是今天有因缘，再说一次，因为这个杯子不会跑到我们眼睛里，更不会跑到我们脑袋里。这个心在哪里呢？心的功能，好比说眼识的功能，它能够看看东西。大脑有一个视觉中枢，它有这个分别能力，叫眼识。那么这个视觉的形象在哪里显现呢？首先外边，当我们看到的时候，它肯定不是外面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东西在我手上呢，不在你眼睛里，也不在你心里，对吧？它会显现到你的大脑视觉中枢。那叫什么？叫眼根的胜一根，胜一根就是能显现视觉形象的地方，和这个杯子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形象，所以大家说我看到了一只杯子，是不是外边这一只呢？不是，它是一个影像。所以，一个心出现的时候，好比眼识出现的时候，它首先有两分，见分和相分，成就见的功能，都是心造出来的。因为那个影像是心造出来的，它不是外面这个物质的杯。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。所以，在佛那里，一定是离能觉和所觉。因为就是一个心本身的功能，那么说到花，中华的华，在古代汉语里边，经常和花朵的花是一个，它表示我们有万行，因为菩萨修行有无量妙行，用无量妙行显示我们的心有无量的众德，德就是功能作用啊。我们的心有无量的妙功能作用，在《楞严经》里边讲，不管是六尘，还是六根，还是六识，这18界，也不管色声啊，不是
这个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这五蕴的哪一蕴，以及十二处等等，全部都是如来藏的妙功德性。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本心，都是他妙功德性的展示。好比金子能够放光，金子能够啊，金子很柔软，金子能够啊，能不容易氧化等等，它有很多妙功德性都在金子上面啊能够体现。可是你如果不把它提纯呢，它就没有这个特点。一块矿石哪有这本事呢？棒棒硬啊，因为它有很多的杂质。所以修行呢，就是等于把自己的杂质去掉，留下很纯粹的清净的德能。那言是什么呢？言就是源自行德，是彼实身。言就是庄严呢，庄严什么呢？庄严佛净土，也庄严众生。下面说经啊，经则贯穿文句，以成玄妙，是以举题即摄全经。盖此经是佛现圆满报身，放光加彼诸大菩萨，而诸大菩萨各成威力，说圆满法界之心，兼说行不力竭之行故。若有见闻礼诵者，获益无量。天台大师云：闻守经题功德无量。清凉续云：见闻为种，八难超十地之劫，其思之未语。诵不了经，诵经题，诵经题也有无量的功德，哪怕你诵的时候别人听到也有无量的功德。为什么？因为经题里边含有妙功德性，一经于耳，永为道种。听闻是学佛的第一步，所以我们诵经的时候，不单会让其他的人听到，其他道的众生也可能听到，都为他们广智得本。下面，南无常住十方佛，南无常住十方法，南无常住十方僧。这里标示佛法僧三宝是常住的。我们前面说真如佛性是常住，这肯定的。我们修正佛法就是要用自己的体验真切地体会到这一点，这就叫修正。因为现在说常住常住，那只是这么说一说，你没有体验的，你没有限量的境界啊。好比我刚才说这个神通啊，你又不能把指头穿过去，说明它还是有障碍，你执着并没有全部破掉。再说你没有加修神通啊，就算你没有我见没有我执，你有禅定的定力，你未必就能穿过去，因为你没有修神通，还是要再去修神通才能得神通。哦，为什么真如佛性常住，三宝也常住？因为真如它就是佛。真如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每一位众生身上自己本具的如如佛、本来佛、天真佛、自然佛啊，也就是我们都有如来藏。如来藏就是真如，真如就是如来藏。再说的啊清楚一点，就是第八识；再说的清楚一点，就是阿赖耶识。在众生位就叫阿赖耶识，它有不同的名字啊，从不同的方面就叫不同的名字。就像我们回家，父母为了亲切的话叫你小名啊，到了学校里同学们叫你学名，那你要皈依呢叫你法名啊，你有很多名字，但是你就是一个人。这是说佛。那法呢？有佛一定有法，一切没有不是法的，所以佛法永远不会灭，因为一切法都是佛法。
为什么？因为都是从真心里边流露出来的德能的展现啊，当然都是法。僧呢，僧就是其中的修行人。真如佛性一定流出无量妙德，行持无量妙德的，就是僧。这是从大的方面讲的，不是指我们个别个别的僧人来说的，那只叫僧人，而不是僧。这里说的是十方僧，所以我们要皈依的是十方三宝。在这个世界，佛宝释迦牟尼佛，法宝就是大藏经，整个释迦牟尼佛讲的法，僧宝呢是释迦牟尼佛亲自领导下的整个僧团，而不是哪一个个人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确啊！说我皈依某一个和尚了，不对，是那个和尚给你办了皈依，他证明你成了三宝弟子，如此而已，并不是皈依这一位和尚。这一位和尚他是一个单个的人，不能作为皈依啊。就算他是圣人了不起，也不能以他作为皈依，因为他会死啊。那死了的人怎么能做皈依呢？而十方三宝是永远常住的，所以可以作为皈依。但是我们说我们拜这个和尚为老师，这个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下面我们来重点说一下啊，下面还有介绍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啊。此下别相三宝也，三世不变，万劫永存曰常，法身周遍，瞻然不动曰住。三宝俱是常住不灭，互遍十方故，一体别相图见忏悔文。啊，下面我们来看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”这一句。此娑婆教主为九界众生本师也，释迦梵能人性也，为能行仁德广济三界故。牟尼梵寂寞字也，为惑业既然来去静默故。前在兜率天号护明菩萨，时以群机所感，神从兜率降生迦毗罗国，父净饭王，母摩耶夫人，夫人常梦菩萨称六牙白象王，自天而下入于右胁，后身亦泰然，瑞相履现，及其将生圣母游苑，植无油花盛开，右手欲攀，不觉从胁而淡，九龙吐水，金盆沐浴，十方各倒其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曰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复挟之以谒天慈。天相谓之至理，还及群臣为太子立名，萨婆悉达。八岁博学六艺，凡世间经书无不熟娴，非那耶稣欲念清净以素缘故，特指非复云。后六年汝当生男（括弧怀孕六年生罗侯罗）。四游四门，遇老病死及沙门，则出家之心欲笃。年十九，2月19夜（括弧因果经2月7日）。括弧完毕。四天王捧马足出北门，至潭柘山小溪林间，以所佩刀断发誓曰：“愿供一切众生断此烦恼。”使净举天人化为猎者，身披袈裟，太子以宝衣缢之，入汨罗山，从阿兰
迦兰学不用处定三年，复从玉头兰系非非想定三年，觉非遂舍，至象头山杂处，到群中自修苦行，日食一马一脉，以无心意无受行之功，诸外道悉受其化，如是六年自至江城，曰今非真解脱，当先受食，后成佛道。虽沐浴于泥莲河，受牧牛女所献乳糜之，所献乳糜失之，相貌复旧。（括弧）苦行六年，深受肉眼众生难以净信，故先受食。（括弧完毕）寻觅碧波树下，天地化吉祥童子一草以伏其坐，时二月七日之夕也。（括弧）周建子为正月，丑为二月，汉建营为正月，则丑为十一月。佛成道据周建是二月罢，据汉建是腊月罢，有说四月七日降魔，八日成道。括弧完毕。即作放光降魔毕，即入正定，即子时。括弧正在初八。括弧完毕。忽睹明星悟道成佛。括弧余为入定时未暇所睹，出定时无意而睹明星，触机而悟佛道，时年三十。括弧完毕。于金刚座现圆满身，三七日为大根眼华严，而小根见佛仍丈六比丘相，时有梵世诸天请转法轮。于三七日后亦路也，亦路愿先度五人，后亦摩揭提国化迦舍兄弟三人，设立木莲等次第得度，俱成声闻道果。如是五十年说法三百余会，度人无量，受八十而入涅槃，是为如来出世一期教化。这个文字比较简练，大概说了释迦牟尼佛的一生，我们慢慢的再讲一下。娑婆的意思是看人，我们这个世界的名字叫娑婆世界，就是这个银河系。为什么？我们自己就知道，我们人呢真的是很能忍受啊。能忍受什么？能忍受烦恼，能忍受生死。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你到医院看，那个病人已经是皮包骨头啊，身体不知道插了多少管子之类的东西，你问他想活想死，他还是想活。哦，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性，他都不会放弃，他想再活下来，虽然活下来很痛苦，他也不想死。所以极能忍受啊，那个忍受力我们一个没有病的人很难想象。年轻人不知道了，岁数大一点的啊，当然年轻的特殊的人也会受苦，受了苦以后你就知道人这个耐力有多强。如果一般情况下你认为他绝不可能忍受，他真的受不了，但是呢到时候他真的能受得了。一般人都认为受不了了，其实真的能受。我自己有体验，我当时在山上啊打妄想，我说我要练薄舟三昧，先试验一天，因为不能休息，一直惊醒啊。如果说可以坐着可以站着可以走，那么结合起来我想我一天是没有问题的。可是一直在走啊，实在是受不了，那个困呐，困的是没有办法。最后我想出一个毒招，自己折磨自己的毒招，我上山，我就挑了一个月明星稀的这么一个日子，背了几包方便面，拿了一个罐头瓶，
接泉水，然后把方便面放到里边去，时间长一点自己就泡软了，凉水也能泡软，泡软了以后我就吃，一天大概吃两包，我背了个箱袋，里面放了几包方便面，计划嘛也就是三四天的样子。上了山呢，那个山特别的大呀，连绵不绝，你看着以为到了，实际上没有到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管他呢，反正就走。到了山上，你还想睡觉吗？你还要困吗？这样走了三夜两天，因为到第三天的白天出问题了，我的心跳开始乱跳了，心率严重不齐，原来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，所以有点害怕呢，就回去了。但是呢，这只是两三天而已啊。最后的一天回去的时候，在路上坐到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一下。上了山嘛，走得累了，那也就要准备回去了，所以就休息一下。一般是不休息的。休息的时候睁着眼睛就出现幻觉了，我认为是幻觉。完了，我跟人们讲呢，是看到两个小鬼在打架。其实呢，谁知道他是不是鬼啊？我看着那个样子就是像鬼一样的在打架，瞪着两个眼睛睁着看啊，就在虚空当中就看着两个人打来打去。说明已经出现幻觉了，真正的幻觉不是自己想象的，就是睁着眼睛也能看见的，这叫幻觉哦，这真正的幻象出来了。这个也没有练成哦，没有修成，最后成功是因为牙疼啊，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真要命，疼到没有办法停止，只能走不能停，一停那个血往上一涌，嗡家伙，疼的就是要晕过去的样子啊，业力催着你就一直走，也可能里边有愿力，我就搞不清楚了。牙疼的厉害嘛，就想要能睡一觉就好了，睡着了我就不疼了。可是休想，因为你都不能停，怎么能睡呢？你想睡，你刚坐下血已经往上涌，你刚要头一偏，马上疼得要死过去的样子，你一下就跳起来了，根本就躺不倒。就这样七天七夜，这回成功了，被迫成功了。所以说人这个堪忍呐，你说是忍不了吗？你肯定忍不了啊，因为你可以躺倒啊，你当然就能，你就不用忍了。你躺不倒了，你忍不了也要忍呢，你就忍下来了，最后就成了，成了是什么样子？七天不睡觉是什么样子？七天不睡觉呢，睡了十个小时而已。那自己想着我还不得睡他三天三夜，或者最起码我得睡他一天一夜，根本不可能。我睡了十个小时醒了以后再睡，一天只需要睡3到4个小时，不会超过4个小时，白天头脑极其清醒，从来没有那么清醒过，思如泉涌，脑子里面很多智慧的东西出来，不过呢很快就觉察不对了，因为那个不是真正的实证的智慧，是解悟，是心里想的一些东西，它会跑出来。做偈子作诗那个太容易了，那个本子我还留了几本在啊，不是全部都在，一部分还在，其他丢掉了。以后呢再回到老老实实念佛上来，从此以后这功夫就很好了啊，念佛的功夫陡然上升了。那我说了这半天在说什么，就是说如果有因缘有条件，我们可以忍，这个世界就叫堪忍世界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忍，并不是不能忍。与其被动的忍，何不主动的练一练呢？有一个方法可以实践，就是你把腿盘起来，盘起来不要把它拿下来。第一，腿断不了；第二，人死不了，你不用担心。然后你就练自己的耐力，看有多大，一直练到汗珠子不断地往下流，浑身都湿透了，疼得你浑身直打哆嗦，
哦，你看看自己到底能够忍耐多少，然后慢慢的把腿放下来，哎，到最后几乎放不下来了哦。试一试，因为就这个方法，它不会对你有什么损坏，可以练你的忍耐力。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，教主就是我们的本师啊。所有的众生要接受本师的教化，释迦是他的姓啊，这个家族的姓，释迦族，意思是能人，仁慈嘛。那牟尼呢，是寂寞，寂是寂静的寂，可是默呢，是沉默的默。啊，寂寞，这是他的名字，意思是能够熄灭烦恼，让烦恼啊断除。那么在兜率天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成佛，在兜率天观察因缘的时候，他叫护明菩萨。然后呢，观察地球上印度这个地区的因缘，他认为降生到那里示现成佛就比较好。那么投生到迦毗罗卫国，那当时呢，他投生选择一般都选择国王家。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选到国王家，能够示现舍去一切名誉地位、荣华富贵。我们现在。大家要出家，哎呀，舍不得！你有什么舍不得？你能和王子相比吗？释迦牟尼佛王位都不要了，你有什么舍不得？哦，不过这事情不能强迫别人啊！你爱出不出，想出就出吧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你。你要出就出了，现在在这坐着，待会儿就愿意出家就可以啊！不给出家，自己把头剃了，然后到寺院里死皮赖脸，我就要出家。你不要到下一个寺院，我就待着不走，一定成功，没有问题。当时虚云老和尚出家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也是公子啊，在家里边他爸爸也是官儿啊，寺院里不要，不要跪到石头上，3天3夜不起来，当然除了吃饭上厕所可以起来，剩下的时间跪着。后来有一天下大雨。瓢泼大雨下了一夜，第二天想，他还有一个伙伴一块儿去的，说这俩小子肯定跑了，结果一看还在那儿跪着，整整下大雨跪了一夜，这些人就心疼了，说这是真正要出家的，所以就给他剃了。那么当时他的爸爸净饭王、妈妈摩耶夫人都是有名有姓的哦，他们梦到菩萨乘六牙白象。所以呢，从右胁入去了，那么就怀孕了。生的时候也是从腋下从这个肋巴骨的这个地方生出来的。那人们对这个问题很不理解，说佛教净说一些没影的事儿，不从产道生嘛，怎么从旁边出来了？其实呢，从旁边出来它是抱身。下来以后能够指天画地，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，也不是那个小肉团了，还是报身。最后被用水洗的那个是生下来的孩子，孩子还是从产道里生出来的。所以后来就视线就是一般的小孩，然后他的妈妈呢，当时。生他的时候就死了，死了以后就上天了。他是被姨妈养大的，生下来以后，慢慢的长大，学习世间的各种学问。后来呢，出寺门，那就看到了生老病死的现象，突然就想，如果我。继承了我爸爸的王位，我能解决生老病死吗？后来想来想去，不可能啊，我自己也得生老病死啊，那我当这个国王有什么用呢？不当。
后来呢，又看到一位修行人，啊，那么庄严，不同一般。后来说，如果修行成功的话，可以跳出生死轮回，啊，他说这件事情我要学，要学的话就不能在皇宫里待着，就得逃出去，所以半夜就跳墙跑了，啊，这里说的是比较神奇呀，哦，四大天王下来拖着他的马蹄子。啊，让他从城墙上飞过去了。飞出去以后，把头发剃了，把自己宫中穿的华丽的衣服都不要了，那么穿上破烂的衣服开始修苦行，把外道的法都修遍了，不能够证得解脱，因为他认为那些都不是解脱，他们说解脱其实都没解脱，他自己心里很清楚。那怎么办呢？找老师找不到，自己又上雪山苦修六年，苦修到什么程度呢？每天只吃一麻一麦，一个麦粒一颗麻子，几乎命若悬丝啊！啊，人们想这怎么可能呢？不用担心，因为他是在禅定当中，所以没关系哦。再说，有天人。他吃的那一麻一麦也是不是一般的，所以的话他没关系，死不了。但是这个样子是皮包骨头啊，你怎么能度众生呢？所以后来想通了以后，苦修不行，放弃，因此就到泥莲禅和洗了个澡。洗了澡出来以后呢，就碰到牧牛女，那么给他喝用牛奶煮的粥，喝了以后精神就好多了，然后坐在菩提树下。当时那个碧波罗树啊，它不叫菩提树，这后来人们叫菩提树，因为是道树，是释迦牟尼佛正果的树，所以呢就叫菩提，因为菩提是觉呀，其实就是碧波罗树。现在人们说啊，这个样的菩提子，那个样的菩提子，啊，你去看看菩提树，现在不神秘了啊，中国也有，菩提树的籽根本就不可能穿珠子，它很软的。现在那些都是制造出来的，名字叫菩提树、菩提子，其实都不是，嗯，顺便说一说。然后在树下发誓要开悟，不开悟誓不起此座。因此呢，就明心见性。前半夜明心，后半夜见性，见性以后就成佛了。那么就具有四智，转八识成四智。有的人说啊，你看释迦牟尼佛不是一身成佛吗？啊，怎么不能即身成佛呢？啊，确实没错。当时释迦牟尼佛在天上是菩萨，下来以后是叫最后身菩萨，最后一次做菩萨，最后一次有这个肉身，然后就示现成佛。问题是他已经修满三大阿僧祇劫，只剩下最后一步了，示现成佛而已，所以可以一生成佛。除了这一种情况，再不会有第二种情况，当生当这个啊，即这个身就能成佛，没有第二种情况了，只有这一种情况，最后身菩萨示现成佛。然后呢，第一讲的是什么经？第一就是讲现在说到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简称《华严经》。这个经在哪里讲的呢？是在天上讲的。为什么在天上讲？因为地上没有人请法呀，谁来请法呢？谁知道他成佛了呢？没有人请法，但是天人知道，天人的寿命长啊，哦，所以天人就下来请法，那么请到天上去讲经，所以《华严经》一开始就是给天上的人讲的，也只有天上的菩萨才能听得懂。华严经已经把佛教该讲的内容，啊，地球上的人能够成佛正果的
内容全部讲完了，已经讲完了，但是这么高深的内容怎么能够让地上的人听得懂，能够得度呢？所以把它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声闻，第二缘觉，第三菩萨，这三种课程，然后从最初的开始教化。好像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课程一样。那么如果教大学的课程，那一定小学、中学的已经学完了。如果中学的课程，小学一定学完了。如果是小学，那么就从头学习。所以叫声闻，他必须佛直接教他，他才能够学。而缘觉已经学过了，不需要佛教了。即使他来到这个世间，没有佛教他，自己也能够自悟。但是当然不能成佛，因为没有学大学的课程。解脱没有问题。至于说菩萨，声闻缘觉的课程其实都要学的，不可能不学。但是他一开始学的时候发的心就是大心，就是要成佛的心。课程虽然是小的，但是到了菩萨那里，其实也就变成菩萨的课程了。这样教化众生四十几年，差不多五十年的样子，又示现入涅槃。因为该他示现佛身得度的因缘呢，这个全部已经教化完毕，剩下的呢就是菩萨教化了，所以就示现涅槃。